Zitsizer 全自动蛋白粒径分析仪，简称 APS， 是一种坚固耐用、易于操作的仪器，非常适合用于检测溶液中蛋白质的粒径、分布及其聚集体的存在，优化存储条件以避免团聚的发生，并可为聚合物扫描小分子库，以用作于非特异性抑制剂。该仪器隶属马尔文仪器公司的 Zitsizer 产品系列，采用动态光散射技术，在业内居于领先地位。该产品所具备的灵敏度、准确度和可重复性等性能与 Zitsizer UV 和 Zitsizer Nano 相同，并同时兼具全自动化的优势，这确保了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确保可靠的粒径测量的同时，还可实现蛋白质温度趋势的自动检测，从而提高科研生产率。 Zitsizer APS 可监控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的粒径、散射强度和分布系数的变化，优化存放条件，确保长期配方的稳定性。蛋白质粒径和散射光强可在用户自定义的温度范围内进行检测，清晰地识别由于温度变化而导致的蛋白质的结构变化，并提供蛋白质纯度、熔点或是发生团聚时的温度等信息。蛋白质纯度对结晶来说非常重要，可通过使用 X 光来确定分子结构。 Zitsizer APS只需最少的样品量，就可以进行不同条件下的自动扫描，直至找到理想的蛋白结晶条件。 Zitsizer 软件特别为蛋白质领域的科学家而设计，举例来说，内置的蛋白使用程序包含一套工具，旨在帮助用户进行实验设计和数据处理。软件里附带一个名为 Protein Wizard 的专家报告，可从不同的角度评估您的样品，它可提供样品中团聚物的组成比例、可能的寡聚物结构的比例，并可对样品是否适合结晶试验提供建议。在样板导航器可给出整个在样板上所有检测到信息的数据概况，用户可以通过颜色编码标记任意选择的参数，以帮助用户轻松地区分热点以及趋势。来源也可标记为独立的结果，以便用于详细的检查。Zitsizer APS 是蛋白质表征的理想之选。